打给后挖西角角辣。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即将于9月5日上市的 Sword Art Online 刀剑神域第21集特装版。本次不仅是同人雅斯娜爱丽丝三人第一次同台登上封面，更是继 UW 后再度开启了新的篇章。三人突然被卷入谜样的游戏 Unito Ring 当中，这是一款由 The Seed 城市所建构，融合了所有 VRMMO 的生存 MMO。 同人在游戏一开始便失去所有爱用的装备，身上只剩下一条内裤，在九死一生的残酷状况之下，同人将挑战充满谜团的 VRMMOSVG。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故事，就留给各位自行享用了。我们先来看到特装版有哪些内容物。首先是首次制作的多功能 L 夹，以21集封面做设计，内有共计有6层档案资料夹，外加一个夹链袋，开放式的口袋，在拿取上相当快速便利，好分类，好保存，好归纳，文具物品随身携带，好简单，让你走到哪都是全场瞩目的焦点。接着是电极文库 Magazine 合作企划挂轴，图样是与之前偶像深雪成对的偶像雅斯娜。接着是特别版书衣，可以看到前面两者在排版上有些微差异，而后面则是满版红蓝绿渐层的科技线条图样，再加上同人帅气的攻击模样，右下角则是遭打的可爱模样，鲜明的对比看起来相当逗趣，心动了吧？那还不赶快入手？什么？你说缺乏一个更好的动机？好，那角角再告诉你一个好康消息，凡是在预购期间或上市日起三周内，也就是9月27前购买的同学，就可获得新篇章纪念胸章一个，共有雅斯娜爱丽丝立法三款随机赠送，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哦。那么本次的开箱就到这边，如果你想第一时间收到各种新书资讯，除了追踪我们脸书 IG 之外，也可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你就可以收到影片的最新通知哦。那么我是角角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